怎么讲啊？哇！厕所亮晶晶就会是黄金啊！除霉不必久，一喷干净就有。霉菌不用跪着洗，站着喷就可以，没问题。除霉慕斯，它这么黏，甩都甩不掉。丢可乐，丢饮料，都黏得住。这么黏，霉菌才除得掉。一二三，马上干干净净。热天搞塞康就会吵，都是霉菌在作怪。连马桶也有效，黄的掉下来，黑的跑出去，冲一冲，干干净净。因为霉菌不止在表面，拉开都长在里面。以前只清表面，里面还在长。慕斯喷上去，哔哔啵啵，哔哔啵啵，它渗进去了。只有慕斯才能够渗得进去，跑得进去。慕斯深入霉根，斩草除根，不用瓶瓶罐罐，一瓶就搞定。添加日本成分，喷在我鼻口也不放，会胖胖流。只有这一罐是台湾的，最了解怎么杀菌。现在升级加两倍给你，臭味跑出去，香气进得来，财运旺旺来。